没想到，你看看这样，我操，马哥男多少钱？在勃艮第买波尔多。这东西呢？我感觉他们家好像挺大的，今天。跟波波打个招呼。好久不见，波波，你好。对，这就是波波。像波波那种很陶醉的那种波波。他们家酒窖一般不打开，除非喝高了的时候会打开让你看看里面的老酒。他们里面全都是老酒，各个年份的。我之前想买一瓶96年的，因为是我生日年份，但是发现太贵了。41年的，你想整瓶波尔多？这波尔多也太硬了，945，我整不起啊。41年的，整一瓶吗？你不说整瓶波尔多吗？哎，94年的巴菲为什么才79啊？因为它是波尔多。这玩意儿你不整？94年的波菲79欧啊！整。送钱啊！他没标，没标漏。没标，他没有。你整。后面标漏两个零什么的。都整不了。哎，这有一个大金杯的 One Home Day， 250。去。啊！谁买钱250？谁买钱二百五？去。大金杯喝过好几次了，每次给我感觉都不是特别好。那谢谢。我干嘛？Je me reçois. Seventy-nine. Yes. 这玩意儿是可以随便尝的吗？Can we have a look at the bottle? Yes. You see? Oui, merci. With pleasure. Enjoy. Thank you very much. 你照给我了。哇，这个包子。按这儿去照，有点显得太没性格了。With pleasure. Still very fresh. Yes, fresh. It was starting in very good condition. Yeah. Still fresh. Actually, we bought two bottles, and.This one, you see, the vintage is hard to see. That's why we keep for us. Oh yeah. 因为损标了，所以他们不想卖。We're so lucky today. We're so lucky. Where do you from? China. Do you will bet? Not sure. If we have enough money. Wow. 98年。Be honest, it's so fresh.79 was very, it was a vintage with a high acidity. Yeah. That's why nowadays we still have a very good freshness. Oh, yeah. You see, so yeah, that is very interesting. So cool. And the bottle was keeping a very nice setup. Yeah. So, you know, so good freshness, darkness, humidity. Yeah. See, that's why the label is destroyed, but it's not good for the label, but it's perfect for the wine. Yes. We really would like to sleep here. Yeah. 76年的大梦，我通内。159欧，这个液位，我这个酒味水平我觉得应该不行了，这个酒线。这个液位我感觉不太行，但是159欧，我觉得要是喝历史的话也是值的。嗯，就是给自己喝一点微生物，对呀，增加一些肠胃蠕动。这种年份的酒，多数的酒其实还是喝历史了。It's 159. It's like charity. 我觉得喝历史完全可以花这个钱的。其实不知道他给咱喝这个。虽然不是79年的魔兽，但是不知道多少钱，可能也是这种价。嗯，然后这大哥花了个，他卖了50欧，其实给咱们可能30-40欧的成本。对对对，套咱们几瓶。对，都肯定是给你喝上头，然后这就是勃艮第吗？这就是勃艮第吗？你的 budget 是多少？看，这玩意儿不是看银行吗 ？budget 是什么？对。感性消费呢？你要给我来个1000磅以下的 DRC， 我也不可以考虑的吧？那我也考虑。完美，这要不买是孙子。79欧，终于完成了你整一瓶波尔多。这东西我在伦敦能买瓶南非酒，你知道吗？在勃艮第买波尔多。39 control yeah agreeable yeah.95年控制哟，一规够，控制又是可以选的，控制又是绝对可以选的。那咱就搞一瓶。95我不知道会不会过长，控制又沉个20-25年。你还说英国喝吗？你像是老鼠进米缸了一样。偷油吃。咋的？匀给我一瓶吗？老了，这30多磅，30多欧。你先挑，你先挑，不是我随意，你挑剩下的。
我挑这里的，我本来就想挑这俩最便宜的。Oh yes. So this one is a Chassagne Montrachet red. Chassagne red. 59. Pretty good. 59. 他这个营销做的是真不错，他让我们这两款酒让我们彻底相信他们家的出酒能力是可以的。这款酒比我爹大十岁，你还想吗？哇，好新鲜 ，It's so fresh。So fresh, but the C9 was very amazing vintage for Burgundy wine. Oh yeah, one of the top. 你挑一下你要好像喝了一瓶，好像吃了一口陈年的陈皮话梅。我的妈呀，绝了！哇，好奶，我想要好奶奶酪陈皮话梅，加上一点霜，特别香。我想捡点老豆。你看这个颜色，大家都会觉得它是一个陈年。风味特别强的那种什么所谓的三类香气蘑菇什么的东西，它好新鲜，它就感觉喝在喝山楂汁一样。但是哪怕这个颜色，我觉得这个颜色来说，二十年到头了。红色水果非常明显的红色水果，像这个我以前从来红醋栗，然后再像黑莓，然后又是石磨的感觉。我以前从来没想过一个勃艮第可以沉这么非常清晰，非常清晰，而且没有什么特别深的味道。我它必须要保持在一个非常好的。我感觉也喝多了。没，那个台子不行，谁给录一下咱们要拿的这些？哪有一瓶勃艮第啊？对不起，我暴露了，你这不是来勃艮第喝酒，你这不是一个勃艮第信徒。是勃艮第信徒，勃艮第我拿不起啊！我是想拿勃艮第啊，那都什么价啊？我一想，我都不敢看，不敢看呢。行吧，90年大金杯虽然是一个奥斯卡公牛，也可以了。这是你的女神还没和她兄弟分家之前的，对吧？现在你也买不着了，可能还能尝到我女神青春期的感觉。是安内克的忠实舔狗。来吧，咱就这几瓶。好，再加刚还有刚梦八大梦还是3250。3250，拿那边了。李白那个。3250，我拿那边 DLC 了，我拿这个。我看看李白 ，Magnum。OK。2006年的李白，9000块 ，Magnum。如果我要有钱的话，今天晚上就干了它。可惜我没有钱，我只能整瓶波尔多。哪是一瓶啊？我给超总准备了一排。来一会儿。已经到了懵逼状态了，喝好了呀！今天上半场刚结束，还有下半场呢。哪是下半场？下半场，你这上半场才喝了多少啊？人就六瓶好酒。今天晚上咱们起码开三瓶吧。这不行呢。行，不行，超哥，等我吃个饭。对，等你吃点热汤你就好了。走了，这边走。回家涮羊肉去。走。记下来，然后做一些比较，看进酒展都不记笔记的人，看着不脸红吗？